我待会儿请你吃个又香又软的芋头，你可千万不要拒绝我。吃什么？不然我会伤心的，求你了。啊，你是土豆吃多了吧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话呢？你可千万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，不然我就完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什么？登登拿到了炸弹，这地图有炸弹，不好，登登危险，快跑！登登加油！不好，鬼鬼怎么朝我们来了？好哇，原来这个芋头就是炸弹。土豆，你刚刚又想骗我啊？鬼鬼，你别追我呀，你倒是追登登呀！哎呀，你别过来，我好不容易才把芋头传出去的，这芋头可烫了，我可不想再拿了。开玩笑，这个时候我不朝人多的地方走，哪会有活路呀？哎，是土豆拿到了芋头。鬼鬼，你竟然欺负到我头上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请他们女孩子吃芋头吗？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别跑呀，把芋头拿回去。那可不行，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芋头给你了，我怎么能收回来呢？别跑。嘿嘿，追吧追吧，追得越久越好，追到芋头都要爆炸了，我就在这躲着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登登怎么爆炸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危急关头，登登说他想吃芋头了。哎，芋头怎么回到我手上了？跑。别跑，看我秦王绕柱。嘿嘿，你打不到吧？土豆，你看你背后有飞碟，这样的伎俩，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吗？我丢，我根本就没想让你中计，我只是想让你在说话的时候速度变慢而已。哈哈，我走。嘿嘿，认不到我了吧？哎呀，老豆子，你彻底惹怒我了，还给你。你生气我还生气呢，快把你的臭芋头拿走。怎么就成了我的臭芋头了？你才臭呢。哼，可恶，那我就不追你了，不能让鬼鬼白白看了一场好戏，我们去追他。好，没问题，土豆，我在这儿给你加油。老豆子果真不愧是真正的勇士，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芋头传给了鬼鬼，太棒了，最后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角逐了。土豆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真的要把芋头传给我吗？不传给你还能传给谁呢？我可是败烂。骂你个头，下去吧你。好啊，臭老豆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既然就剩最后两个人了，那我这个芋头可要好好顶，距离被芋头烫伤还有40秒的时间，只要我在最后一秒将芋头传出去，让土豆瞬间糖浆，不就 YYDS 了？嘿嘿，所以我先等时机成熟先。呀，还探出头来看我，你再露出一点，再露出一点，我就把芋头扔给你。就剩14秒了，土豆你可要小心了。嗯，他怎么不跑呀？我可真要丢了哦，你再不躲，我就要把炸弹传给你了。嗯，老豆子他没事儿，我愿意接，只要你没事儿就行。老豆子。